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是我年前抓到了两条龙尾鱼哈。最近天气回暖了，我决定把它放生。这放生之前呢，我担心它回到海里面再饿着呢，给它补充点营养哈。啊，见老铁，如果觉得老弟这样做的是对的话，请给老弟一个双击。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看我干海直播，天天要双击也没人给啊，这个视频就给一个。干海直播了，马上直播。好，抽了一些虾了。来，神器抽虾。大千世界也是无奇不有啊，这今天一来到海边，这渔船进港了啊，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鱿鱼啊。啊，有的朋友说啊，如果见到大的鱿鱼啊，就会给我点了一颗小红心啊。啊，不知道朋友这么大的鱿鱼你见过吗？见过的老铁扣个一啊。喜欢大海的能不能给你老弟点了一颗小红心，加上关注，今晚9点左右赶海直播啊。有，如果你有空的话记得观看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了！只见这小鳄上去一个回手，给我咬他，狠狠的咬。要老铁，竟然又习惯性的给咱小红心。哎，老铁，怎么样也不给，就不给，就不给，那不给就算了吧啊！喜欢的加关注，那不给也不行啊，还要咬人。兄弟们，给个双击吧，看我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赶海抓到的两只大白虾都怀了孕，这身体里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小崽子了。虽然这个白虾的味道特别鲜美，还可以下奶。还是给它放生了吧，保护海洋生态，人人有责。进来老铁，双击点亮红心，下午3点左右直播干海。